大家好，我是 Jeff， 欢迎来到 Ignion 中国的最新办公大楼比克科技大厦。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最新办公地点。好，大家跟我来。欢迎来到我们 Ignion 中国深圳办公室13011。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事。好，跟我来。这位是我们中国区的销售经理安迪牛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迪。那这位就是我们的售前技术经理布鲁斯蔡。大家好，我是布鲁斯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新的会议室。这是我们的会客室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新的实验室。Ignion 所有的增值服务将在这里产生。这就是我们新的办公区域，欢迎大家常来坐坐，加入这场天线技术的革命。